小修是因为喜欢洋娃娃才会跟他跳舞的，不是因为什么信息素。队长，我已经打算放弃做你爱情的导师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悟性不高啊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说今天那么一个天赐良机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抓住呢？你看，你就比如说那么好的机会，那机会不是每一次都有啊。如果你不珍惜这一次机会，那下一次可能就没有了。江一天，怎么了？我有正事。正事？那我好好听一听。沈清源，昨天那些事应该是做梦吧？千万不要是真的。否则太丢人了。三件事：一，桌上有早餐，记得吃；二，今天训练不多，我已经帮你请假，你在家好好休息；三，还记得我们之前去过的糖果游园会吗？晚上9点，我在那里等你，一定要来。游园会不是拆了吗？你好，先生，欢迎光临爱度。请问您想了解哪一款呢？我们有为情侣提供的款式，也可以为结婚定制样式。请问您是想送给女朋友，还是想送给爱人呢？我想看一下这个。好的，先生。这一款是爱度的最新系列，设计师别具匠心的把爱度的商标融为一体，设计出柔美的四叶草造型，寓意着浪漫的爱情里又有着无限的小幸运。美女，看一下，谢谢。万无一失。你下发传单吗？跟我走。这是我的神奇糖果冬，我就送你们2颗糖果恋爱签。什么是糖果恋爱签？就让糖果合二为一，就能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恋爱命运哟。嗨。嗨。沈清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我不是沈清源。我是小熊。第一，
洋娃娃愿意跟小熊跳舞吗？唐鑫，接下来我说的这段话，请你记住。小熊是因为喜欢洋娃娃才会跟他跳舞的，不是因为什么性激素。可是小熊很笨，一直以为这是性激素的原因，其实小熊很早就已经喜欢上洋娃娃了。所以让我陪你跳舞吧，不管你想跳多久，我都会陪你。沈清源，快把套装脱了吧，挺闷的。你不口吃了？也许哪天你再度确定了他的感情，口吃的问题才能真正的得到解决。所以你不是因为看见我紧张才口吃，你是因为没有等到我的表白才口吃的？才不是这样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刚才脑子里都是你穿玩偶装的画面。啊，这个糖快化了，赶紧尝尝。沈清源，这是专属于我的那份幸运，现在我准备把它送给你。现在你身边站着两个幸运之神了，所以你碰到任何事情都不要怕，我都会陪你。洋娃娃这次有进步，没直接推开我。我们会在一起很久吧？沈清源，抱歉，我没事，来日方长。